到猪的频道。当然能收，你有病！哦哦哦！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CHU。没关系。这样好女生。你不要把自己灌醉。啊？穿跳高很像女生。那我怎么办？我反正女生啊，不然你反正女生。你是丑女。哎、欸，拜托，染得很漂亮。她染头发了，有注意到吗？有啊，潇洒风。哎、欸，什么潇洒风？没礼貌。好了，等一下带各位去吃恐龙面包哦。就是我身上衣服这一件就是单人手啦，我特地穿这一件出门，想说要来尝鲜那个恐龙面包。我想吃超久的，而且就在我家附近而已，我真是一直没有来吃。哦，到了到了，就是这家啦。呜呼，单人手。哦，好可爱哦。咬我啊，咬我。那就点一个。这个跟这个，还有卖起司蛋。你要大麦鲜奶吗？啊？你要大麦鲜奶吗？什么好？东北。谢谢。你不是去跟恐龙说嗨吗？去。你摸他的头吗？抱他。梦寐以求，梦寐以求，噔噔噔噔，胆的手，哦，好香好香，哦，胡椒味有点重。我们先吃恐龙的头好了哈。哇，吃我啊，吃我啊。嗯，脆脆的，它都现点现做，还是有撒一些胡椒在上面，会太呛吗？然后这个其实它算是大型的鸡块，可是不太像是鸡排。你们看里面就是像是鸡块的那个内馅啊，可是还不错，对不对？它这个面包里面啊，它面包里面也是有一些酱，吃一口。我超爱吃面包的，哇哇！好啦，给你咬一口它的尾巴。不要咬我尾巴！啊！哦，它里面还有一丝一丝的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我觉得它这个面包啊，好吃哎，好厉害！它刚刚你们看嘛，它都是自己去揉的，对不对？它面包松软，然后它的这个恐龙鸡块真的是脆脆的，好吃啊！然后这个酱搭配的也不错。干嘛？我来吃这个气死球给你们看，很像蛮厉害的哦。你看那么大一片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它的大小，反正就是比花枝丸还要再大。它整个外皮就是感觉很酥酥，然后这旁边呢、啊，里面。这里面还有附一些那个类似点心面的，然后这个是装饰品的草莓。好啦，来吃这一个。哦，它牙签也好酷哦，摸起来它这边绿绿的，很滑。它到底会不会是爆浆起司？哦，它的外皮很像那个很酥脆的花枝丸。目前我咬一口，是真的里面蛮像贡丸的。哦，它，不能咬太大口，不然你会喷汁。啊，好累哦，这样蹲着。你蹲着不累哦？累啊。好，快点，我们赶快录完。它的里面的它的内脏，哦，有起司酱哦。它里面的起司我还蛮喜欢的，很浓郁的那种起司，很像那种披萨上面的那种起司。他跑去问人家这是什么起司，干嘛？他说是三种起司。哦，这个好脆哦，这个下面这个面。把恐龙蛋的窝吃掉干嘛？我觉得它的窝还不错，虽然它的窝好像没什么味道，但是我很喜欢吃这种脆脆的东西。可以放等一下。然后我们还点了一杯饮料，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大麦。
奶茶吗？鲜奶茶吗？麦茶。竟然给我不敢喝麦茶。我不知道你喝奶茶。哦，真的是麦茶。哦，其实你要尖渴，但是我不爱喝。交给轩了，你小心小心，不要滴出来。它为什么是奶茶的颜色？可是它是麦茶，它很像慵懒。你看看，好麦哦，超麦的、啊。是哦。哦，一口气子跑出来 ，Oh my god！ 啊，我融化了。不要。所以这三个你最喜欢哪一个？看，啊，都好吃。好了，那我们今天影片结束了。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一个喜欢，不喜欢不喜欢，再去帮我六。我是谢秋，大家我们886。订阅，我需要你的订阅，订阅订阅哦。